感谢神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也是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父亲，我们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头，我们也祝福所有的父亲弟兄父亲节快乐，更是也求神恩待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们能够在父神的关爱慈爱当中，我们来纪念我们在天上有一位阿爸爱我们的天父，所以祝大家父亲节的快乐。我们早上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历代志上21章，同样的平行的经文也是在沙漠记下24章。我们刚才诗会也一起我们所攻读的，我们再一次我们来看到神的话语是这样的恩待我们，也提醒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来体会这样父亲的角色，而我们可以更加的来感受到我们天上阿爸父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有丰盛的救恩在我们中间。这段的经文我想到在过去的日子里头也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早晨也有这样的机会来一起的来数算神的恩典。整个的事件记载21章历代志上，讲到第一节就说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百姓。那么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图片，那我们刚才也读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接着第七节这边说到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所以我就稍微将几个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这样的经文的内容，我们来思考，也从作者他所描述的来，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来生根来建造。我们看到第7节到12节这边清楚说到神不喜悦这件事情，然后接着大卫他就祷告神，那么在撒母耳记也提到他心里面良心的责备，那么他向神好像就已经看到自己得罪神的地方，所以接着他说我行这样的事情是有大罪，就马上能够回头来求主来除掉他说仆人的罪孽，因为他这样的做甚是愚昧。那我们更清楚明白也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大卫在他的晚年他也看到他这时候他国中好像这样的太平，然后也看见他里头的这些勇士跟随他的在前面的记载历代志上都有讲到这些的勇士，好像整个国家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联合的王国里面这样的一个兴盛的情况，
但是马上的峰回路转，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接着说神不喜悦，然后也说到神不喜悦呢，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神。那包括这个约押啊，他底下手下的将军，他也厌恶王的这样的命令，在前面的一节说到，以至于我们接着看见神就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就告诉大卫说三样灾，好像这样的审判，这样的处罚处分，你可以选一个，那你自己想一想啊。那么在第九节啊，这样后面呢就提到这三灾你要选一样，所以加德就叫大卫呢，你好好思考一下这三灾是什么呢？三灾呢，你可以随意选，是三年的饥荒，是三个月败在敌人的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或者三天的瘟疫。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加德要大卫王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接着我们也了解了结果是什么呢？后面刚才我们所读的是大卫他思想了以后，他说这很难，非常的难，难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怎么选择，是三年三个月三天啊，那不能只是用时间来算，但是他思考的，他讲到的，也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愿意落在神的手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反面是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因为敌人或者不认识的人或者其他的人，他们恐怕没有这样的怜悯，没有这样的恩典。所以大卫他想到的是，他认识到的是他所信的这一位神。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故事里头，后面我们到十七节的结束，我们就很清楚看见耶和华看见了，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大卫选择三天的瘟疫啊，在这个地方呢造成的一个结果，以色列死了七万人。耶和华看见了，好像整个圣城哀嚎遍野，然后耶和华看见了，看见的时候，这个天使在这个圣城上面要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说免了，免了，住了，够了。那我们接着后面的故事，我们知道耶布斯人阿尔兰的河场那边呢，因为是一个地点，也是耶和华使者站在那里，大卫看见了，然后看见这个使者站在这个天地间，手里拔的是已经刀出了鞘的刀，伸在圣城上面。所以我们看见了后面大卫的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就是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这个罪，行了恶，得罪了神，但是这群羊他们做了什么呢？所以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名。他这里很有意思，他说是我跟我的父家，求神你的手来攻击我，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但是这个名呢是主的名，是神的名，不是我的名。虽然他是一国之君，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的那一个心肠，他的那一种的啊体验担待，他知道他要承担这样领袖的责任，所以
不要攻击，求神免去，不要攻击神自己的名，降瘟疫在他们。他好像就是一个祭司中间这样出现，然后为着百姓来代求。所以整个的故事，我们又好像重新，我们稍微这样来看了一下，复习了一下我们的思想，有几个问题，我们帮助我们来思想一下。从这个经文里头，大卫，我们知道他是不完美，他有一些的形象，甚至在故事里头都有提到大卫他犯了奸淫，大卫他娶了人家的老婆，然后还谋杀了人家的先生等等。这个不完美的角色，还包括他的儿子啊，我们在经文里头我们会提到，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大卫他的家庭，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很称职的父亲的角色。那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所认识的大卫？而神对他的评价是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思想，是不是有些人可能有这样一些落差。那么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历代志后面，接着17-18节以后到结束，他就还描述了，用了一些的篇幅描述了大卫他筑坛献祭。那么长的，好像比较起来跟这个事件的分量比较起来，这么多的篇幅在讲到这个筑坛献祭，买下这块禾场等等，好像讨价议价这样的经文的描述，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会说，为什么不是仔细写一句话说大卫他就筑坛，然后向神献上燔祭或者平安祭，而这样子一句话就解决了？到底这样的描述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能还有，也许我们当中啊，还有很多人他们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很有逻辑的啊，这样的思维的人呢，也许还会再继续的发问什么呢？说这个事件好像跟大卫前面他的形象，不完美的形象，也都差不多哈，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到大卫的生平的尾声，假如是撒母耳记这个尾巴啊，最后下撒母耳记上下已经到后头最后一章才讲到这件事情？那么历代志呢，上呢是在21章，虽然他们两个的焦点不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记载好像留到最后头才讲到，又加上了一笔好像很负面的这样的记载。到底那个作者的意思是什么？不管是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也许真的有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么更多人常常会问的说，哎，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的神，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到16-15节，耶和华看见就后悔。那么到底这个后悔，神怎么会后悔？也许我们都有这些不同的问题，我只是列了几个。那么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个父亲节里头，我们来思想一下，但是也帮助我们，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到底我们刚才问的几个思考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来体会，到底合神心意，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假如我们的落差跟神的心意这么大，那么怎么又能够来认识神呢？所以我们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肯定说，
也许是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我们认识不清，或者我们需要学习可以长进的空间。所以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认定，我们说这段的经文是大卫属灵生命，我们可以说到他属灵生命高峰这样的一个评估。到底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我相信我接着列的三点呢，帮助我们来认识合神心意。从大卫的身上，他的挣扎，他不完美的形象等等，但是神肯定他。为什么？我们从这几方面，他的自省的那个能力增长，他那个回应，那个环境周遭现实的条件，他那个回应的能力，他更加的成熟了。他不是跟人家随波直流，好像跟着这个政治这样的局势民众的心意，好像讨好别人的喜爱，而是他清楚的认识了神，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能力。最后第三，他担待的能力他恢复了。我们从历代志，为什么我选择历代志来看这个事件，而不是从撒母耳记来看呢？撒母耳记记载的是历史，是从好像王室里面这些里头的故事描述来记载，但是历代志他的角度却是有他的重点，就是他看到大卫这样的一个血统王室命脉，以至于到后来弥赛亚的族系是从大卫子孙而出。我们再看他另外一个重点，他在意的是神他的心意是圣殿。大卫他体会到神的心意，他愿意为神来建殿，他也设立了这些服侍的人制度硬体软体等等，但是最后是在他的儿子来成就实践这个圣殿的建造。那以至于我们从历代志我们看见这样的重点，王室大卫的子孙这样一个血统人脉命脉，而另外一个就是圣殿。那我们看见第一，我们说自省力的增长，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代志他讲到的是撒旦起来攻击，第一节激动大卫数点百姓，撒母耳记却说是耶和华激动大卫。那么同样的，也许有人也是一样会有同样的问题，到底这个经文是不是有矛盾有出入还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差异。那么后面说到大卫呢，不管他心里面这边的描述说是撒旦或者是耶和华激动大卫，但是这件事情试探试炼，看你从哪一个角度，神要我们胜过这些试炼，炼去我们信心的杂质，他要我们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是依靠他。但反过来撒旦不甘心，他也常常在控告，所以我们从耶伯记也看到了。但是同样的我记得上一次这个张传道在我们中间也提到，那个人的心中那个私欲那个私欲会怀胎怀胎呢会造成了这样的灵命的死亡。那么同样的，在这一段的经文也许就从这个角度，是因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也知道说人得着了这个权柄以后就心骄气傲，大卫可能他也是
这样的一个血性的人，以至于他也没有这样的例外，就是难免，所以他给魔鬼留了地步，他骄傲起来，他数点的百姓，虽然我们没有去针对说这个数点本身也有神允许的时候，但是相对的他也是有骄傲的成分，所以神不喜欢这数点百姓的事，所以降灾给以色列人。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看到，雅各书说到那个心里面人心的这样的诡诈，即使外面是可以很近前找到一些我们可以甚至说服自己的动机理由，但是那个人心更深的那一种的光景，就是人心是坏到极处，而且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这样的一个动机深处的黑暗。所以在雅各书一章十四节，我们也清楚来认识留给了魔鬼的地步，大卫他没有例外。但是反过来试探，连耶稣他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些魔鬼的试探，何况我们是人，血肉之躯，所以自省的能力的增长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那在这里呢，我们提到一本书，那以前我也有介绍过，这个是 Paul Bogman 呢，他2008年呢写的这本书里头讲到大卫、扫罗、神他重新读这个撒母耳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呢，他就很深入的去看他的经文的结构，以至于这本书里面他说他是重新在发现这个古老的故事里面，他用这些经文的段落他的结构，甚至从这个交叉的排列里头，他大段落里头找出了一些模式，而在他的书里头 找到了将近十来个的模式，其中有一个第十一个这边讲到的故事的模式是这样，是犯了错的记载，然后接着是有人来指责然后接着呢是大卫他的回应然后神的回应。所以这个模式呢是犯错，大卫犯了错，然后有人来指责，然后接着大卫他的回应，然后神的回应。所以这个模式呢很清楚的，我们看在撒母耳记里面呢这样的几个例子，我们清楚看见呢这个自省的能力的增长这个增长呢是经过，也许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从失败当中，从软弱当中他来吸取这些的教训。那么撒母耳记上25章拿巴的事件，那我们也看到了，那这个拿巴的事件，大卫他这个去跟他好像要保护会等等，派人去，结果被羞辱回来，那以至于他心里面就起了这样的所谓的易怒要讨回一个公道。但是拿巴的太太他识大体懂得这样的一个礼节，所以换句话说他的指责呢他是仗义的来，不是当面的指责，而是跟他小以大义，然后以至于大卫呢就回头打消了他要去击杀拿巴的事件。但是反过来神的回应呢是神自己亲自出手，是深渊是在神的手中，而大卫从这个事件他学习到他回头了。那么接着呢在撒母耳记下11、12章讲到的是八十八，非常大家熟悉的这个大卫呢这个该打仗的时候没有在外前线，而是在后宫他睡到自然醒等等，以至于他看见了这个八十八，看见
以至于他心里面起了这样的淫念，所以呢，他就杀人灭口，就把这个拔示巴呢，用这样不当的手段取来。但是接着呢，先知拿单呢，当面的指责说他用的不是直截了当的，免得他遭杀身之祸。但是他已经非常的勇敢的点出来，而且他用的是一个故事，一个比喻，然后大卫他认罪了。那么神的回应呢，是杀人好像一条命偿还了四条命一样，所以这个小孩子死掉了。而先知的宣告是刀剑不离开你的家，而且他也宣告说，假如你不满意你所有的，你可以向神求，为什么你去用自己的手段好像用不当的手段去为自己谋得为肉体来安排这些的私欲。还有呢，在撒母耳记下，我们也很清楚也知道，这相当长的篇幅讲到这个暗嫩他的小孩玷污了同父异母的他玛，他喜欢这个妹妹，然后奸淫了他。但是亚沙龙呢，找到了机会呢，就杀掉了，报仇了这个自己的兄弟那么约押呢，在这个亚沙龙的事件后头呢，这个讲到的亚沙龙，他后来也是一样，心高气傲以后，他就想要篡位所以大卫就逃亡被自己的亲生的儿子好像放逐出去了。那到后来，这个亚沙龙呢，这个死了同样的，在这个事件从撒母耳记下这个十三章到十九章这个相当大的篇幅里头，指责的是约押，大卫呢为的亚沙龙死了，他在那边哀哭哀伤，以至于这些打仗得胜回来的去追这个亚沙龙叛变的儿子的这个军队回来以后呢，这个灰头土脸的，因为大卫呢为他死去的儿子在那边悲伤。所以约押就劝他说，你不能这样子，你这个爱你这个恨，你是爱那恨你的人，你恨那爱你的人，这个是非常不对的。所以大卫他也听了话了，他就到了城门口去作证。那么这个故事一样，神的回应，到后来暗嫩死了，亚沙龙也惨死了等等。好像我们从故事里面也看见这样的模式的安排。那么最后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也是这个平行的经文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这个何属人口的事件。在这里我们看见得罪了神，神不喜悦，这个犯了错得罪神。那我们跳过来，大卫的回应，大卫认了罪，然后神的回应呢，大卫去选择了。前面是所有的事件模式里头，神没有给大卫任何的选择，就是这样发生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何属人口的事件不一样的地方，很离奇的地方是没有人指责，但是大卫他自己良心的自责。没有先知，没有人开口，但是大卫他认罪了。然后更稀奇的是，神的回应是让他去挑三选一的惩罚。我们也从这里面看见，这是这个模式里头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是仍然在这个故事我们所要理解的，到底作者他所要来向我们来传说宣告的，我们从这里头来学习到的，大卫他的自省的能力增长。我们看到
大卫他向神的祷告，他说是我做错了这个事情，是我大有罪了，是我犯下这个大错，所以求主，求神你来除掉仆人的罪，因为我做的实在不对。他什么不对？他知道他心里面他看见了，认识了自己得罪神的地方，更是那个更深那种骄傲，甚至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因为今天他已经是一国之君了，但是没有人敢在他的面前好像向他来指出他的罪来。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灵命的光景的成熟度上面呢，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的记载，他认罪。所以后面就看见他要选择一样，我们从这一段的记载里头是认罪在先，而先见告诉他给他三种选择的审判，这样的惩罚在后。所以我们很清楚的是看见这个的记载，他要表达的这个自省能力的增长，是我们看见他属灵生命啊这样的成熟。第二，看到大卫他属灵生命，他对环境发生的事情他回应能力的成熟度。这个回应能力呢，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回应是英文是讲到 response， 那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 react。 我们平常说哎，我们碰到什么事情我们就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好像人之常情，你碰到火手就马上离开，那么这个烫的地方你触了电，你碰到电啊，你就赶快好像要这个离开，这个逃离这个痛苦，逃离这个危险等等，这个都是人的一种机制反应。但是回应呢，却是范围更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是只是一个反应而已。那么我们思想到这个回应力，我很喜欢啊，也常常啊有这机会呢，我就跟人家的分享说，这个回应力呢，好像英文里头说，就是另外一个字叫做负责任 ，responsibility 啊 ，responsibility 呢，有人这样去把它拆字呢，那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就是它是一个 response， 然后在这个字啊，回应，然后后面是 ability， 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可以是学习而来的啊，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这个回应力呢，这个意思呢，可以更广泛的包括这个反应，我们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保护自己的机制。但是回应常常可以超越环境的啊。举个例子，好像在疫情当中，我们被关起来，被这样的限制在一个空间里头，有时候我们就很沮丧。那我们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反应，但是确实有些人哎，他就接着他还想说，我就要利用这个时间，我也不能够出去旅行，也不能出去跟人家团契等等，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或者我善用这段的时间，我好好的学习。有的人就读书，我也知道有些团契在读书读书会等等，有的人他们利用自己这样的一种时间或者喜好，他们来这个成长，来长进等等，这些都是一种回应的一种能力。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生命，好像一天24小时，但是生命有人有长有短，但是一天24小时却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啊。那我们怎么样为我们有的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
啊有限的年日里头，不管是空间还是时间，我们来负责任，我怎么样善用，按照神的意思，我们来长进，来成长，这是回应力的成熟度。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头，先知这个加德跟大卫说，十三、十四节这里讲到说，现在你要想一想啊，你要思考一下，不是眼睛闭起来随便点一个三折一啊，而是大卫在这里的回应说，这个太难了啊，这个很难的啊。那么有的人当然也会说，这个很简单嘛啊，这个我不要三年，我就选一个最短的啊。那也有人说，大卫这个好像有一点不负责，反过来这样的质疑。但是我们再深入看一下，大卫说这个太难了，他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大卫他很聪明，他从神认识神的这样的怜悯的一个角度，他来思考，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其实我在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个人的手里包括什么？不是只有讲到敌人的手里，敌人落在敌人，他毫不怜悯啊，这个谁都不太愿意，对不对？落在别人的手里，好像操之不在我。我们想要控制，我们想要自己。这边我在想，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可能也不是别的人，甚至包括自己，因为我们认识自己非常的有限。只有神他有丰盛的怜悯，神他的智慧，他的道路，他的旨意远远的都超过我们，好像天地这样的距离啊，都没办法来描述啊。我们有限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个无限伟大的神？于是很清楚的，他选择的是瘟疫，耶和华降瘟疫，以色列人死了七万人。有人看到这里说，大卫实在是不是大男人哈，好像不敢做事也不敢当一样哈。但是我们在深入思考，到底哪一个选择是落在神的手里呢？现在我们想一想，三年的饥荒，或败在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是在国中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那我们从这里头再稍微前面一点这个撒母耳记下的21章，那边我们已经看到那边的第一节，21章第一节说到大卫的年间，没有太早以前啊，大卫的年间怎么样？有饥荒，而且是三年的饥荒。这个可能在他的印象里面，这个三年不算短的时间，但是大卫他求问过神，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三年的饥荒？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明白这个饥荒，神也给他这样的答案，说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即便人他们血之家而造成的。所以他知道，清楚知道三年的饥荒是怎么一个光景。那么被敌人追杀，那么肯定这一灾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所以这一个就不是他的选择。那么接着说是耶和华的刀，他宁愿落在神的手中。大卫他灵命生命的成熟度，到底从历代志这个大卫的生平，这个家族他的子孙这个角度来思考，还有从圣殿的这样角度来思考，我们想一下大卫这样的选择。我们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模式里头讲到的这个几个大卫犯的错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可以
来思想的就是大卫他现在是在好像在万能之上，他要什么就可以得着什么，这是他有的权柄权力。那么假如说是拿巴，他的那个要跟他要一点东西，这个有什么困难的，对不对？扫罗他也是王啊，等等，在过去我们也看到一些这样的光景，他想要做什么他好像就可以做什么，他甚至也可以娶好像人家的太太一样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八十八是已经是有夫之妇的。那么同样他也用了一个伎俩把这个乌利亚的性命也取走了，他可以任意的来拿取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对他自己家里的人，我们刚才讲了亚沙龙暗嫩等等，他这个父亲的角色，他们要什么他可以给他们，他们希望的东西，可是他确实没有好的榜样在他的儿女的身上，以至于他做不到啊。那么核属人口的这个事件，我们看见虽然他有这个权柄力量可以拿取他要的东西，但是却是在这个的事件的描述上面，我们看见大卫跟阿尔兰跟耶布斯人这个阿尔兰呢，他好像讨价还价，他这个很奇怪的这个描述的意思，就我这个东西送给你，你说我不要，我要跟你买，好像这个有一点出乎人情之外的。那为什么圣经要在这里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述？那么我们知道这边大卫说我不愿意用白白得到的，他以前他犯了错，他可以他要什么就拿到什么啊，他可以白白的就取了人家的性命等等啊，或者要的东西要什么就什么有什么。但是在这个地方他的灵命到这个程度，他回应这个力的成熟，他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主权在神。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的经文里头，阿尔兰对大卫说你可以拿去，这个用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头出现的我们看见就是你就拿去吧你就可以去，或者说去拿走的，不管你有没有给价钱等等好像甚至抢的都可以的，好像用这样的一个暴力的都可以的，但是何况你是一个王。阿兰对大卫说我主我王，就你喜欢你就拿吧。但是整个的经文里头，大卫王跟阿兰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跟你买，我不愿意用你的东西，那是你的。他搞清楚了这个东西是你的，我不愿意用白白得来的东西，即使你要送给我。但是大卫他可以认识神到这个程度，他不敢他也不能。我们在大卫的故事里头也常常看见他有好几次的机会，他可以将扫罗王追杀他的这位前任的王呢，他可以取他的性命，他旁边的勇士都要去好像从囊中取物一样轻而易举这样子把他解决掉。但是大卫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比他大的他也认识到神才是至高者，所以他了解到不管是他的平辈甚至他晚辈，这个乌利亚的性命，他甚至叫耶亚用个办法呢去把他的命给送掉，这等于是谋杀的，他取了人的性命。
今天他认识到背后他的王权，他在万人之上的这个王的权柄是天上宝座的，他不过是一个管家而已。他知道深渊是在神，他知道不是靠自己的权柄能力，以至于他回应的能力的成熟。我们看到大卫他灵命的高峰学习，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担待力这样的恢复。我们说到担待力，大卫他向神的祷告怎么说呢？他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是我犯罪，我得罪了神，我行了这个恶事，是我这个人。但是这群羊是神你的羊，你的百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过就是听我的命令，包括这些勇士等等，但一下子死了70,000个人。大卫他心里面自责，他良心的发现，他知道他属灵的光景他得罪了神，所以他跟神说，愿耶和华我神你攻击我，攻击我这个人，攻击我的父家，而不是你的民你的百姓，降瘟疫灭掉他们。因为那个灭命的耶和华的使者已经在圣城之上等着出手，等着命令。但是神看见了，他后悔了，他说够了，住了。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这个担待的力量的恢复是他找到了当初他跟哥利亚战的时候，不是说你是靠着刀靠着枪，他今天认识到了我是要依靠耶和华的名。他知道人的胜败不是靠着这个数点百姓兵丁人的多寡，得胜是在乎神。他恢复了那个勇气，那种担待的能力，那种神给他的那种的单纯的信心。他知道今天他有的别人给他的王给他的这个头衔名分，甚至我们说在教会在哪里人家冠在你身上的你所羡慕的，好像那些东西包括虚浮的荣耀等等，他找到了那个赤子之心。他认识到什么？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神托付他，他不过就是一个管家，但是神给他的责任他要担当起来。他不是滥用神给他的权柄，而是这个权柄相对的责任啊，这个责任是甚至是超越了啊他别人的啊这样的肯定的。所以他情愿要付上这样的代价，他不愿意用白白得来的啊别人的东西好像来献给神。所以这种担待的能力啊，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是在前面的自省、这种认罪悔改，再加上这个超越的这个环境啊，他看见了那个背后神的主权是超越了环境啊，这个现象，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之外的啊，因为神高高坐在宝座上，他回应的是这位至高无上的神，他愿意承担神托付他的责任。所以我们的思考是，大卫他再一次的，我们说恢复的意思是说，他那种英雄的本色，那种赤子之心，他找到了所谓的 identity 啊，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所以担待力的恢复，我们看见以至于神差派使者
就要去灭的时候，然后神后悔了。是大卫他在神面前这样的悔改，这样的认罪，他在神面前愿意来承担神托付他的这些责任，而神说的后悔，他不愿意再降灾，所以他吩咐这个面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了。所以他就这个神的使者吩咐加德告诉大卫去筑坛来献祭。那我们来思考这个后悔，神看见后悔这个意思怎么去理解。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因为神迥非人，人是人，人是有限的，但是神是至高无上的，他看透了所有的人世间，看得见看不见的，没有一样隐藏在他的面前，但是他说他后悔。神后悔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什么意思？在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九节说到，我们怎么理解呢？后悔这个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有许多不同的翻译啊，也可以相关的动词的用法等等。除了说遗憾、怜悯、同情、悲伤，极度的忧伤啊，也好像得安慰啊，或者不得安慰等等啊，这些都是他那个字义啊很丰富的那些的意思。这个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体会到神的心意，而神看见怜悯了，他后悔了。这个因为人的悖逆犯罪，神的心里面忧伤，感到遗憾，这个也是后悔所包含的意思。但是同时也可以指的是神看到人被罪来辖制，被罪恶来捆绑，而人不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光景，那一种可怜的光景，而遭受的这些的苦楚、受苦受难，这种劳作啊，神心里面心如刀割，甚至神很愤怒，为什么人不愿意听他的话？所以他心里面好像也不肯不被这个安慰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耶尔书二章十三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裳衣服，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是神丰盛的怜悯，在这个时候他不再是用公义的原则来对待人，反过来他愿意施怜悯，他愿意给我们恩典。所以当人在落在过犯罪恶当中，神他差派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他用恩典怜悯来拯救他所爱的世人。我们举个例子说，好像小孩子他犯错，而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他愿意改了，而且他还在父母的面前来认罪，来跟父母说对不起。甚至我们在想说，这个小孩子还把可能还我们用这种想象的空间啊来说，他可能还拿着一只爸爸、父母、妈妈常常用的好像处罚的词或者工具，说要他要父母来惩罚他所犯的错。你想哪一个做父母的在这样的光景底下他不会饶恕吗？他心里反过来是得着这样的安慰，因为他可能是拥抱他，就像我们说讲到的，在父亲节里面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提到的经文，就是浪子的回头。
是那个父亲的怜悯慈爱守着那个远远的，老早就看见他那个浪子的回来，他待在那边不晓得等多久了，天父好像等着我们回头，等着我们回家。最近也是以前我服侍的那个单位戒毒的中心，有个小孩子他回去了去念了大学，那么突然在前几天他打了电话给我，我在想说这个人是谁，但是才知道他又软弱了，而且他软弱了以后，他因为在不同的州里面，那对这个不同的所谓的毒品呢能够上瘾的物质呢有不同的规定，那么同样的这个世代常常除罪化想要这个里头有商机等等。那我们长话短说，这个小孩子他知道错了，他问了我说，谢牧师，我怎么办，我怎么去面对我的父母，而且他还知道他的父亲有病，母亲在得了癌症在放疗，这样的一个光景更让他的心更加的难过，他懊悔自己，他懊恼自己，他甚至好像要放弃自己。但是神的话是用恩典来对付人的犯错，神用恩典怜悯他的心肠，他有丰盛的慈爱，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鼓励这个小孩子，以至于他可以跟他的父母认错，甚至也请求这样的惩罚。哪一个做父母的，我们不愿意小孩子能够成长成熟，能够有这样知错而认错悔改的心呢，求赦免的心呢？哪一个父母不是希望小孩子能够超越他这个环境的限制，能够认识到这位爱他的神吗？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的故事的后面，我们看见神垂听了国民的呼求，意思就是说大卫他建了殿，他筑坛的献祭，神听了他的祷告，应允了他，悦纳的他所献上的祭，以至于历代至上下这边讲到的圣殿，描述的神他在乎的他的子民，他敬拜神跟神相见的地方，是所罗门他建了圣殿。我们今天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中来敬拜神，我们在这里所献上的祷告，神愿意垂听。所以我们从历代至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训里头说，那种我们称为神的子民，我们假如愿意自卑，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寻求神的面，离开我们的恶行，神他必听我们在天上，他垂听我们在这里所献上的祷告，他也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更要医治这块的土地。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他必睁眼看，侧耳听我们在他殿中我们所献上的祷告。求主恩待保守我们，像这一段的经文所要教导的，大卫他所学习到的，他属灵生命成长，他这样的再度的，我们从历代志的眼光来做这样的一个评估，看见大卫他
反省力量的增长，他对罪恶的敏感，他知错马上改，这样的一种灵命的成熟，他不在那个环境的限制之下，他看到至高无上的这位神他的主权，他尊重神的主权，超越了他自己手中有的权柄，他不会滥用神给他托付给他的权利。这种回应力的成熟度，他恢复了在神面前赤子之心，像耶稣他所说的，我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那种依靠天父依靠父亲的那种的心，常爱我们的这位天父，我们很容易我们就落入在那种没有担当，我们好像没有那种能力来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赤子之心，我们有这样的自省力回应力担待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疫情当中，你给我们更深的思考我们度过的这一段的年日，好像一年多已经过去，我们学到我们的灵命的增长，我们是不是有更加的认识神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救恩，还是主我们对罪不够敏感，还是我们好像仍然限制在那环境里面，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来投靠神，来向神来呼求，我们是否我们要向神来求这样的一个力量啊，这样的成长灵命的成熟，我们来足坛，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柄，你有让我们也有这样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愿意举起圣洁的手，我们一起来操练，一起来学习。我们更谢谢主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大小不同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的机会。我们也谢谢主给我们七夜的这个祷告的特会，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在主的这样的给我们的特权上面，我们有时我们需要进入内室来向主来祷告。我们感谢神你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功课，我们谢谢主也给我们地上有父亲，我们为着我们的父亲来献上感恩，我们更是感谢神你是我们天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父亲节当中来向神来献上我们最大的感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在我们的当中。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